中间有神秘的光，一个果实。对啊，这边很漂亮。还是任务点，我们还没有弄到任务。对啊，这果实好神秘哦。刚水下有一个箱子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不晓得哎。那果实整个超级神秘，还是我没按好？对，再给一次机会，按这个吗？对啊，他没办法拿。就一个箱子在很远的地方。心好累，这游戏。而且你看密码，还不是说你可以瞎猜或干嘛，就是你一定要找到，然后它才会让你可以输入。没找到，做梦。是澳门。这里确实可以回去。很美的地方，但也很莫名的地方。密码。来吧，不管了。哦，赛车服。上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走哎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想说，直接秒他，秒不掉。可以玩，要休息了，休息。差点以为你要密码，啥？快速道路啊，有熊，这个距离是有一点可怕。
那你说可以就可以，但重点是我们刚看到下面是有这两个区域是有那个、啊、跑酷攀岩区，那边有楼梯，哪里？现在回去看一次好了。那边底下那个是可以荡的吧，对不对？可是你看，假设那个可以荡，那、啊、是要荡去哪里？我们这更底下也没有路啦。但感觉是荡过去，然后那边可以爬，然后爬过去就可以爬到这一个点，然后这个点就可以再去这个山啊。中风，干嘛啦？真的看不懂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你看这里又有这个，哎、欸，我们这里，在我们这，认真，你、嗯，按叉应该都没事，圈不要，啊。哦，什么意思？怪怪的，怪怪的，先等等。或许我们之后会需要不同的技能，那个荡绳啊之类的啊。我们有需要回去吗？我们今天跳过这里，然后把这个什么卢瓦给解了，卢瓦啥？其他都在这里。这个卢瓦。假哦哦，之前我们有秒过那胖子，啊，这样子靠，用五连击打。你别，对啊，你看这里看不太出来那个路，神秘。因为这跳会受伤，所以我们要缓一下。OK。
是金价有够大，这个也有。球木有你在就好了，球木。你看球木感觉好的，然后结果我们都在拔，我们上次就把球木的电池给拔了，把它拔过来。这个这里的箱子是开的。感觉其他地方我们下次都可以再解了。哇，你看真的很强哎！我想说来挡一下看看。小怪如果全部都能格挡到底，我觉得这是一件超级难的事情。这胖子真的 好不简单哦。打回去休息，这个再练练。你怎么跑出来啊你？很贱，哦，额外有 SP 上升呢。帅归帅，但其实也被打了很多，不容易。那一个胖子就已经不容易了。处决敌人，那就蛮方便的。但是我觉得有一些里面有什么反击啊？对啊，这些。那这些有没有都是你要消耗我们的那个？贝塔能量，我就不想消耗。我想要贝塔能量，就是要用。我们伏击还蛮好用的，有时候说不定的胖子就可以直接弄了，还可以偷能量，不错。伏击之后打另一人。冲两下也是不错了，不会消耗贝塔能量的都不错。然后二重闪避啊，哦，更容易闪避啊，这也可以。好，加油！我们的未来指日可待，下一次还可以再去换各种服装。至少我们现在服装的解锁超级多，好不好？也知道未来有很多服装等着我们。值得期待，也希望大家还会喜欢这个剑心时间啦。我今天
感觉主线前进的很少，原因是大地图疯狂聊，我的天啊，辛苦了辛苦了，下次再来玩。一季二是那个下周才会再玩，跟爸，因为一季二主要是会跟爸爸他们玩，爸爸下周才行，这周不会有。好啦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来继续健身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晚安晚安。不不不不不。